香港超级足球联赛和富大埔主场对李文。赛前两队以及球迷为早前大埔巴士意外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。力争五连胜的大埔主场出击，第一个攻势即斯利帮六平中热下新鲜。今次又到迪亚高个人突破，即斯利在隔离走位都不理他了，起脚被卢斯安奴山高出底线。迪亚高单对单对住赵俊杰，入到禁区之后，好在有六平中帮手。近况走势不错的李文打到二十分钟，有个倒肉少少的攻势，赵俊杰撞射柱边出。半场双方冇进账，伊高沙托尼助攻，队长王威炒高。半场出翻嚟，李文有史提芬彭利拿呢一脚嘅远射，考唔起李汉浩。大埔嘅好波之人伊高沙托尼快一步成功抢点顶入。买嚟买嚟，一齐跳舞庆祝下先。大埔喺年初十好事成双，迪亚哥俾六平中撞跌。攞住个波嘅伊高沙托尼都要问清楚场边嘅坚 Sir 先，我佢 OK OK。结果伊高沙托尼包办埋第二个入波，大埔连赢五场，守喺第三位。乐视体育冯坚成报道。